放到底。那我们都希望在未讲施工的时候，不论是业者还是说施工的单位，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所谓的职场的安全，包括施工这个安全腰带一定都要做。他是连那个梯子一起掉下来？没有，他就是人。我们根据业者这边跟他们施工的同伴是说，他跨座在外墙，那因为他没有做一些安全措施啊，那变成说侧身在打那个膨胀螺丝的时候，这是我们一般讲的掉后，他是要做那个所谓的冷气，那变成说应该是说安全上没有特别留意，那所以在打的时候不慎重心不稳，就直接坠落到上面。他这一户是要安装冷气还是要拆除的？这个我们要请业者再说明一下。这个如果有需要最新的资料，这个请因为我这边是中正社区发展协会的，那管理会不晓得有没有这部分的明确资料，我是不清楚的。那我们现场查的资料是目前是向各位做报告的这样子。那那个功能它是一般的功能，还是说还是？这个要问业者了，因为业者去可能是委请那个这是一般的冷气空调业者过来进来做，然后所以这个。我们都很不愿意看到这个状况，然后希望就是说，不管是哪个住户在做一些所谓的外墙，尤其是外墙的一个施工，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，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，这个一定要100%确认，因为我们这边楼高15楼、16楼，那这次他今天施工是在11楼，那下来到3楼的平台，那我们随便算都有8楼的一个距离了，所以就有25米的重力加速度下来，所以这个基本上非常。令人遗憾了，所以就希望大家以后能够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所谓的施工安全。